北京时间4月25日，2023年女排亚俱杯拉开战幕，代表中国队出战的辽宁女排虽然以残阵出击，但仍以3-0横扫蒙古女排，取得开门红。三局比分为25-15、25-13、25-9。孙晓萱11扣3篮以14分，荣膺本场比赛得分王。尽管辽宁对首战便全取3分，但首要目标还是要力拼对手晋级4强。因为本小组除了泰国小国爱队钻石食品女排之外，还有拥有多名国手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女排。辽宁队若想以小组前二的成绩晋级4强，同样难度不小。辽宁女排以锻炼新人为主，队中并没有参加国家队集训的段放、许佳楠，也没有老将丁霞与胡明媛。4名主攻是石冰彤、林心宇、徐多西宁、杜秋爽，3名副攻是程文、王璐佳、孙雨晴。接应位置除了孙晓萱、王亦菲之外，还有复出的王美意。2名二传为孙海平、郑明宇，自由人是张胜男和韩盈香，其中韩盈香属于客串。与蒙古俄日西莫一战，中国辽宁东华女排首发如下：主攻石冰彤、林心宇，副攻程文、王璐佳，接应孙晓萱二传，孙海平自由人。韩盈香虽然辽宁队缺少了多位主力，但身高优势明显，开局0-3落后的情况下疯狂发力，石冰彤、孙晓萱左右开弓，2名副攻也屡有斩获。6平之后，辽宁队占据上风，并以25-15轻松逆转，拔得头筹。4局仍无悬念，辽宁队开局就以5-1强势领跑，之后未给对手任何反扑机会。林希宇的发球轮连续涨分，蒙古俄日西莫一传大乱，25-13辽宁队再胜一局。随着比赛的深入，辽宁队越战越勇，发球、进攻、拦网，辽宁队完全压制了对手。局末多名替补上阵的情况下，仍以25-9轻松锁定胜局，取得开门红。两队技术统计方面，辽�宁队完胜蒙古队，进攻39-21，发球6-0，拦网8-2，均领先对手不止一个档次。而在自失方面，辽宁队送分14分，蒙古队则送给了辽宁队22分。4月27日14:30，辽宁女排将对阵本届亚俱杯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女排，这是一场关系到辽宁队能否进入4强的生死战。由于中国香港协星实力有限，晋级无望，因此第二场比赛的胜者将与泰国钻石食品争夺小组头名，希望辽宁队收获2连胜。辽宁队在4月28日17:30交手中国香港协星，4月29日14:30将迎来小组最后一个对手，也是最强对手泰国钻石食品。 A 组的4支球队是日本久光制药、中国台北庆威、越南伊朗佩坎。就参赛球队而言，日本久光制药和泰国钻石食品均是夺冠热门。辽宁女排若想登顶，唯有拼字当头。新帅吉天敏明能率队在首个国际比赛当中称王，一起关注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。